亮眼睛系列是金亮科技2013年专门为家庭打造的网络摄像机，家有老人、小孩、孕妇、宠物等等，出门将不再担心，安心、贴心、放心，时刻关怀在心，是现代家庭的最佳选择。这是亮眼睛系列的整个外包装。安装非常简单，一根电源线，一根网线，接上电源线，接上网线，网线另一端接上您家中的路由器。通上电源之后，产品根据自身的旋转角度上下左右旋转一遍，然后停下。这样，硬件即可安装完毕。安卓系统请访问这个网址。进入金亚亮眼睛下载页面，选择安卓手机客户端进行下载。安装完毕，点击金亚亮眼睛图标进入，添加摄像机，搜索局域网内的摄像机进行添加。输入密码，确定，观看视频，点击换屏，界面管理，通过手机界面可以控制产品上下左右旋转，实现广角度扫描。您可以设置15个预位置，画质选择，拍照、录像等。苹果手机只要 App Store 系统是 iOS 4.2 以上，通过 App Store 搜索金亚亮眼睛下载即可。添加摄像机和安卓系统一样，通过搜索局域网内的摄像机进行添加，输入密码即可连接。界面管理跟安卓系统一样，拍照、录像、语音、画质。预置位，画面调整，换屏，上下左右旋转，实现广角度扫描。